这梳子我用了多少年了？怎么突然断了呢？糟了，张天骄又来了！你快去躺着。李七霞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也要送上天嘛！我求求你好不好？ 老公夫，盖姑娘，你们看看，我都带了些什么东西来了。怎么好意思让公主破费？这算什么破费呢？反正我父王有的事情，花这么点算不了什么的。而且，公子现在受了伤，最需要的就是补补身子，只要他的伤能好得快，花再多的钱我都愿意的。老公夫。 你们把这些东西拿下去吧，有我在这看着他。是。昨天我回去以后，一夜都没睡好，我这睁着眼看到你，闭上眼我也看到你。 怎么了嘛？本来心里有什么话，嘴里就该说出来嘛。我才不像一般女孩呢，我就这么个直性子，要是不敢听，你们就出去好了。不是，公主啊，这小的这个背上痒痒，这都款又款不着，那我还是听听公主您说说这个。 让小的给肉抖了抖了，舒坦舒坦吧。滚你一边去！公主啊，这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！我现在没空理你们。是啊，您多陪陪公子啊。哼，公子，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啊？不知道。 我给你带来那个伤药，是不是很灵啊？不知道。哎，不知道，你用过了，灵不灵？你总该知道的。我没有用你拿来的灵药。没用？为什么呢？这戴家妇女为什么不给你用呢？药在哪？我帮你上啊。不用找了，我扔了。哎，怎么着？ 哎呦，你怎么把这个这么贵重的药给扔了？啊，是啊，这是我们公主挨打换来的。啊，你不用罢了，居然给扔了。哎呦，你还真会做人，还真不怕伤人的心呢。你什么意思你？什么意思？你人还有土性？我忍耐够。这东西偷东西，我不耻用。我没那个伤药，我也死不了。就算死了，我也不会用它。 这宫里拿出来东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我从小长到大，就没有人敢碰我一根指头。可是我为了你，我挨了多少打，挨了多少骂。从小到现在，我只知道凭我自己的喜欢去做事，我从来不顾别人的死活。可是我为了你，我情愿把自己的命交在你们师兄弟的手里。 我也情愿背叛我的父王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我为了你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我用了苦肉计，我还冒着被打断腿的危险，跑出宫来给你送药，你对我说这种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我还跟你怎么样？要不是因为你救了我，我早就把你杀了。 我没杀了你，就天大的便宜了！你要不是为了盖家妇女，我早就走了，见都不会见你。好，算你有良心，算你有良心，我情愿死在你手里，你杀吧，你杀吧！贼女，无耻！我滚！哎，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李廷威，你给我站住！干了，香，起来了，让我们趁此机会脱离贼党。 告辞了。
你记下。哎，李克威呢？已经走了。走了？你们骗我！你们都骗我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换位百灵，在，给我杀了他们，放一把火。是。爹，情势逼人，咱们只有趁这个机会。来不及了，张天骄，你良知未泯，又救过李继霞，我本不应该伤害你，可是为了自保，我不得不杀你灭口。女儿，上！住手！冤魂天罗！父王，盖乐天，你老实的说，李克威呢？你们已经来晚了，他已经走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。杀！哼，你们来找我好，我死的不冤枉，我还拉一个垫背的跪天旁，只可惜连累了我的女儿，我也不能为自己赎赎罪，我好恨啊！我杀！爹，走！大王，你这燕无影冤枉杀了桂天鹏啊！父王，天骄，听好！父王，父王，您是亲眼目睹的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他还有命在吗？现在我把他天骄交给父王，父王就看着怎么处置。父王，父王，这个畜生，他逼得我骑虎难下，进退两难。要是不办我的女儿，显得太偏心，一定会激怒他，而且以后也难以服人。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？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？男人呢？我押回去。是。畜生，你是非逼着我惩处我的女儿，你才肯放手。来人！来人！把公主给我押进地牢。是。哎，父王，我在外面受人家欺负，受尽了委屈，我回来你还要囚禁我。黑衣双卫，在。听见我父王的旨意了？遵旨。压下去。是。张天豪，我要杀你，我非杀了你不可。哎，父王，父王。公主，大王，小的们愿意跟着公主一块儿下地牢。求大王成全。正好，让他们去照顾天骄去。你们两个畜生，没有好好的跟我照顾公主，来人呐！在，把他们两个也给我押进地牢。是，不要押了，不要押了。大王不用了，我们自个儿去吧。林无常，小臣在，派你去监押。臣遵旨。天骄是我的妹妹，再说我跟她也是无冤无仇，我会看她受罚为乐吗？父王要是觉得心里不忍，
那父王就下一道旨意把他给射回来。哼，不必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他去吃点苦，受受罪去。传旨下去，宣燕无影上殿。遵旨。奇怪，叹息宫怎么还没有消息来？老三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妹，二师兄，耶，老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嗨，那老头儿看破，待不下去了，不回来怎么办呢？嗯，还不是二师兄贪吃贪喝的啊，一根鸡骨头啊，哎，就让老头儿看出破绽来了。好了。我就这么点小毛病，你又不知道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这算了，回来也好。嗯，这个老头儿的确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不过二师兄总算是没有白跑一趟，他在太极宫里也得到不少贼工的消息。哎，你个肚皮呀，又多了一层油。老三，你算了，玩笑归玩笑，正经归正经，这次。我们算是受了挫折。从今以后，太极宫的消息，咱们是断绝了。大师兄，要是什么事都能那么顺利的话，我们不是早就把张献忠的脑袋给割下来了吗？这次太极宫的事情受到挫折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幸亏还有五师兄在贼宫里做内应，何况还有盖家富。老七，可为。喂，你怎么跑回来了呢？我受不了贼女那一套，当场翻了。可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老七，盖老妇女呢？还在那里啊！我劝他们趁这个时候脱离贼党。哎呀，老七呀，你这误了盖乐天了啊！你为什么？三师兄，你不是我。哎，我是你。哎呀，老七，你。我以为你也回来呢，你怎么回来的？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啊，老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盖老盖姑娘死在小贼追魂天罗之下了啊！什么？可为，你这是该死！盖了，歇了。蓝警长，放开我！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害死了盖家妇女，你害死了盖家妇女！人家是怎么对你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你放心好了，我现在就替他们报仇去。要报不了仇，我李科威赔他条命。可为，老七，大师兄，放开我！我李科威的命不值钱。放开我！你疯人！老七，就为了你，才使盖老妇女丧命，我们变成以冤报德。张天骄是贼女，可是他良知未泯，而且对你有恨，你忍一点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这么做，从小处说对不起朋友，从大处说破坏了除贼大计。你还不自愧，反而逞强，你对得起我们师兄弟吗？你对得起那些义士弟兄吗？你，老四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是这样的，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公主，大王的心意您还不知道，大王让小臣到这儿来监押，不过是如此这般呢、啊。
这哪是地牢啊，这比您住的寝宫都要舒服。公主，您放心好了，这大王啊不会出一两天就会请您回去的。我不稀罕，滚，你给我滚出去。滚，是臣遵旨，臣告退。动了姐妹儿，吵了再给我砸，给我毁了。这哎呀公主啊，这怎么我才这样子你们就敢不听我的？难道我还非依靠你们不可？我自己也有手。哎哎哎，公主，你可千万不能这样。哎呀公主啊，你不能这样做呀。公主啊，这个大王能这么做，这个表示他确实是不得已呀，您何必生气呢？是啊公主啊，这个刚才那殷无常说的对呀，您比如啊，就是出来玩，您看这哪儿是这个地牢啊，这简直比您寝宫还要舒服。公主啊，您就是算了，这不稀罕，哼，我才不像你们那么贱骨头。哎，当然呢，您是金枝玉叶，您是大富大贵，哎，您怎么像小的们天生的这个奴才命贱骨头呢？公主啊，可是事到如今呢，您说什么你不能不委屈两天。您也不能不听大王给他一个台阶下呀。哦，我给他台阶下，那我在外面受的委屈他知不知道？哎，不用别人知道啊，小的们知道就行啊。不行，我偏不，我不甘心。哎，公主，公主，你不能这样做，千万不能砸呀。是啊公主啊，您这样一闹下去，是会把事情越弄越僵的。僵就僵吧，他不放我出去，我就死在这儿。哎呦呦呦，公主啊，您别说那么可怕呀。公主啊，您就比如说出来到这儿来玩玩，您看在这儿什么也有，还有那么好水果给您吃。哎，那公主啊，还有画眉百灵陪着您，有什么事儿，还有小的们给您那个解闷逗乐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哎呦，公主啊，小的们给您跪下了。哎呦，公主啊，该死的张天昊，我非杀他，我非杀他不可。他一定会趁这个机会把燕无影给杀掉，我就剩下那么一个有力的帮手，绝不能让他把他杀了。父王大概是怕我杀了燕无影，除了他的帮手。父王啊，你为什么就这么不相信我？难道我不是您的儿子？燕无影率徒云里飞，叩见大王。起来吧。谢大王。殿下。大雁。到。你可知道你错杀了桂天鹏吗？臣是人赃俱在，而且大王亲眼过目，怎么能说是臣冤杀了桂天鹏？燕老公方，殿下，那是神州八姐栽赃嫁祸，真正的内奸是盖乐天妇女。殿下，你怎么知道是神州八姐栽赃嫁祸？是盖乐天在临死之前亲口所说的。人死不能复生，
这岂不是死无对证？燕无影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身为供奉之首，肩负着捕杀神州八杰的重责大任，你竟然不明是非，不辨曲直，还不低头认罪，还在此狡辩！殿下，臣不敢。哼！殿下，想了盖乐天父女乃是内奸，怎见得不是盖乐天临死咬臣一口，他想假殿下之手杀了微臣？那你是说，要不是反咬你一口，难道我就杀不了你吗？天浩，老燕的话也有道理。父王，你真的那么怕我杀了燕无影呢？这，父王，既然父王以为我真的要杀燕无影，那儿臣就不敢不遵旨了。天浩，父王放心吧，燕无影是供奉之首，肩负着捕杀神州八杰的重责大任，儿臣怎么敢杀他呢？不过儿臣要找到真凭实据之后，让他低头认罪，他就是挨那一刀，也要挨得心服口服。天浩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父王，燕无影，那桂天鹏和盖洛天虽然是已经死了，但是还有八个知道真相的活口在，是不是？不错。好，好，今天我们就当着父王的面前立个约定，你我彼此去分头去追捕那神州八杰，解交父王，让父王当面审问，看看到底是你冤杀了桂天鹏呢，还是盖了天在临死之前反咬你一口，想假借我的手杀了你，如何？殿下降旨，臣敢不遵旨。父王可是听见？听好，你，父王，儿臣只是请问父王，有没有听见燕无影所说的话？听是听见了，不过，父王，倘若是燕无影确实冤杀了桂天鹏，那儿臣就非要了他的命不可；如果燕无影要是没有冤杀了桂天鹏，儿臣愿意自断双手，亲自解散铁伞卫队，从此之后宫内宫外儿臣一概不管。父王，公平。你请说。公平，父王认可吗？认可。好，燕无影，你就想办法去杀光那神州八杰，要是让我逮住了其中的一个，走。这个畜生！老燕，大王，我不管你有没有杀错了桂天鹏，我问你有把握？臣有把握。那就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后我可就全靠着你了。是的。神州八杰巧使嫁祸计，让张贼亲手杀了桂天鹏，但是盖洛天父女都牺牲了，真是令人一则喜，一则忧。李科威毕竟是太年轻了，尚能好好掌握盖洛天妇女，不是加深一部分抗暴除贼的力量？哎，
启禀将军，元帅有密令传达。主上派特使之军前犒赏三军，并对远在贼营的我们致慰问之意。主上恩泽广披，对咱们实在太关怀了。明主有道，我冯继承等敢不自恩图报？将军，元帅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指令啊？元帅希望巴结工作进行顺利，如今略有挫折也是在所难免。好在巴结各有异能，分歧路进行，希望他们在别的路上有所成就。好主意，这可真是好主意，我一直拿你当作高才呀，所以才听了你的话。现在事实证明，燕无影冤枉杀了桂天鹏。秦师爷，在下是好意啊，他们去斗他们的嘛。啊，秦师爷，因为您对在下有过恩惠，所以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您去冒这个被牵连的险。你的好意，可是桂天鹏被冤枉死了。军师爷，这桂老供奉是被冤枉死的。说几句放肆的话，这个桂老供奉冤枉死，管军师爷您什么事儿呢？啊，这现在宫内，人人是自扫门前雪，难道您还要去管他人瓦上霜？挺身而出替桂老供奉申冤吗？用不着我殷无常去替桂天鹏申冤呢，自然呢会有人借机会狠狠地把燕无影整一下。哼，现在听说殿下已经下令招他进宫了，你放心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谁呀？谁呀？军师爷，象征韩明堂。哦，进来。军师爷，听说老贵私通巴结，被燕老头逮个正着，有这回事吗？哎呦，你们这消息实在是太不灵通了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燕无影已经冤枉杀了桂天鹏，宫里的内奸已经被殿下给逮着了，那就是盖乐天父女。盖乐天临死供出，老贵是让神州八姐栽赃嫁祸。哦，燕老头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老贵给做了呢？这不冤死一条命吗？再说老贵当初在延安的时候，他也有十大汗马的功劳啊。咱们趁这个机会去找燕老头要公道。对，白老头，等一等。用不着你们去了，现在殿下已经找他了，放心吧，我们等着看戏好了。哦，殿下找上他了。嗯，他是领着头抵制殿下的人呐、这下让殿下抓住他的错，饶得了他那才怪呢。殿下也好，叶老头也好啊，谁斗垮谁啊，跟咱们的事儿都有利。来来，我看呢，咱们还是坐下打打自己的算盘吧。啊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真是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呢、现在殿下是不是能够整倒了燕无影，那还不一定，那咱们何必先要高兴。是啊，刚才我已经说过，现在人人但求自保，各扫门前雪都来不及，怎么有时间去管他人瓦上霜呢？军师爷，军师爷啊，这哎下了。
韩老，你们也在这儿。曹总管，有什么消息、啊？哎呀，军师爷，大消息呀、啊！燕老跟殿下呀，当着大王的面干起来了！他们打起来了？不是的呀，那燕老哪有这个胆子？光是嘴上干呢，殿下呀就拔剑要砍了他。他敢动手啊，那殿下呀早就把他给干了呀。嗯，听你这口气，这殿下并没有把他怎么样。不、哦，军师爷，这热闹的还在后边呢。你听我告诉你们呢，哎。将盖乐天妇女的尸首高高的挂起，最好挂得越高越好，最好是能让街上的人都能看得见。遵旨。慢着，你们可明白我的用意？殿下是要我布下天罗地网，给那神州八杰上钩。嗯，这叫安排樊龙擒虎豹，预备金钩钓海鳌啊！你们认为他们会来上钩吗？卑职斗胆，想那神州八杰不是泛泛之辈，他们一定知道殿下的用意，不会来自投罗网的。不错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泛泛之辈，而且呢是盖乐天妇女又是为了他们而死的，他们为了顾惜这神州八杰四个字却是非来不可，这就叫做明知道不能来却是非来不可呀。殿下高明。你们给我听清楚了，神州八杰如果只来了一个就留下活口，如果他们要是全来了就只留下一个活口就成了。遵旨。遵旨。没有比盖乐天妇女的尸首更能引起神州八杰前来了。燕无影，燕无影，我要抢在你的前面一网打尽的神州八杰，到了那个时候我倒是要看一看谁敢给我作对。你真是傻瓜呀，殿下就是要引神州八杰上钩，你懂不懂？师父，也许我是一个傻瓜，可是那神州八杰他们不是傻瓜，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一招飞蛾扑火自寻死路吗？看来你是真跟我没有学到什么。这件事情要是换了别人，绝不会去上当。可是那神州八杰，他们就是明知道上当，他们还是要去，因为他们把名声和道义看得比他们自己的性命还重要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师父，那糟了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对尸首呢？用不着去找尸首。我们在天黑之前能够摸到神州八杰的藏身处，我们要是能够抢先一步，就还来得及救我们自己。救我们自己？师父，难道你也相信桂天鹏是被栽的赃了？不是我相信，确实是我冤杀了桂天鹏，殿下自愿赔上双手，解散铁伞卫队，从此不管事，这个赌注下得太大。我想他要是没有什么把握，他不会这样。所以，我心里边不能不嘀咕。师父，那您为什么要在大王面前点头呢？他跟我将相，我也是骑虎难下。我在当时，我要是不答应，那就表示我承认冤杀了桂天鹏。那我不等于伸出去脖子挨他这一刀吗？师父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抢在前头，那也不是白费了吗？你真是个傻瓜呀，徒儿。我们不能不抱一线希望。要是我们能够抢先把那神州八杰一一的捕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，说不定功过相抵，还能保得住我们的性命。快
去吧。是。我是不该来。哎呀，大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瞧瞧你，愁眉不展的，好像有什么人他欠了你的债没还你似的。哎，媚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知道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目前呢，有两样事是让您烦心的。这头一件嘛，你是担心你那个好儿子他会杀了燕无影。其实大王，你要是不让杀，我就不相信他敢下手。再说那个燕无影精得跟个猴似的，他还未必会输呢。要是这个燕无影他赢了的话，那不是正合了大王您的心意，正中了您的下怀吗？那您还烦什么心吗？这娘，大王，我知道这还有第二件。你呀，舍不得你那个宝贝女儿。哼，其实啊，你那个宝贝女儿她待在那儿挺舒服的，你还心疼个什么劲儿吗？再说让她在那儿待两天，她又管不着你，而且又不会碍咱们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好吗？大王，大王，你来嘛，待会儿你吃饱了之后呢，就在这个寝宫歇下，放着心，大着胆，而且又有我美娘来伺候你，你还求什么嘛？好好好，对。大王，你呀，真是不点不透。喝酒。等你们三师兄四师兄回来再说。大师兄，不管两位师兄回来说什么，我不杀伯仁，伯仁为我而死，我不能不替盖家父女收尸。老四怎么样？小师妹，大师兄，我不能说呀。可是我又不能不说。三师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呀！这反正不能不说，我说，盖家妇女的尸体被吊起来了。哦，啊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山下，吊得老高，街上很远都看得到。屋里面还有人在走，可能是小贼的铁伞卫队。小贼，我没飘香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大师兄，会我去，错由我去。我们眼看盖氏妇女死了以后，还受重折磨。那，你什么都能，岂有今日？何必当初？大师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该死。让我为盖家妇女尽点心意，让我为自己赎点罪，让我去抢出盖家妇女的尸首。大师兄，这明明是个陷阱啊！我知道，小贼的铁伞卫队在等着我们，去一个死一个，去两个死一双啊！我知道，这么一来就不怕没人陪他们妇女挂在那儿。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大师兄，我求求你让我去。盖家妇女是被我害死。我求你让我去，就死你一个人吗？大师兄，全当你们没有我的师弟好了。可悲，没有你，我们这儿谁也想活不成。不，六师姐，我不要说了。大师兄。
我求求你们让我去。你们要是不让我去的话，我要自碎天灵，死在你们跟前。李可卫，你，李可卫，套贼大忌，你心里的内疚，谁轻谁重。大师兄，话虽不错，可是如果我们任由盖家妇女的尸体被吊起来，我们还配称为神州八姐？我还配领导一师，除贼抗暴吗？小师妹，我们都知道这趟路绝对不能去，可是大家扪心自问，我们能不去吗？可是我们不能让老徐一个人去啊！二师兄，不，就是让他一个人去。也许大家还有机会，如果大家一块去的话，恐怕都要死在那儿。小师妹，统统不要再说了，自有道理。什么时候？今晚，就是今晚。不能来还是来了，来的还是克威一个人，一来就被包围住了。克威真的会伤在铁伞卫队之下吗？梅飘香他们真的会生死不管吗？请继续收看《大地飞龙》续集。